因為我本身係有睇過原著嘅，咁所以喺接收個劇上面，即係譬如啲人物嘅設定啊、各樣啊，或者啲歷史事件，其實都覺得個劇係交代得幾清楚嘅。因為舞台劇之後，你會即係有個 summary， 即係呢樣嘢講啲咩咁樣咯，係睇過下呢本書咁樣嘅，係啦。咁你將一本書變咗做一套劇，咁我哋有興趣睇下咁樣咯。咁我覺得都幾令到我了解多少少歷史嘅背景啦，即係特別係明朝呢一年，其實都。冇咩人知道咯，我覺得係萬歷十五年，但係就可能呢一個話其實可以俾我哋即係瞭解多少少關於裏邊嘅一啲故事啊咁樣咯。